大家好啊，又揾一隻标迷嘅手表啊，呢只系雷蒙威啊，嗱机械嚟嘅，嗱见到个色好靓啊，见即系咧佢唔系啡色，有少少咧系啡铜啦、褐色嗰种咁嘅感觉啦。嗱，见到两支指针咧都系镀咗一个玫瑰金，所以系一个即系朱古啡色玫瑰金咁样设计嘅。嗱，睇两样嘢都系同个功能有关。第一，见到个小秒针，小秒针嘅设计咧，个小秒盘咧做咗个 Raymond Bell 啦，佢个标记啦。咁但系咧最特别咧都系日历显示嘅方法。嗱，其实咧佢都系行一个日历盘嘅，但系呢日历盘咧其实咧系有一支红色嘅点啊，你而家见到咧就系、是、三角形咁样指住11号啊。咁佢有两排嘅，出边嗰排咧就系17啊、18、19啦，咁啊。咁估計咧喺個日曆盤度咧有另一個紅色嘅三角形咧，就指住出邊嗰排嘅一個日曆刻度嘅。嗱，成個顯示方式咧係有啲新穎啦，感覺上你好似即係有啲 retrograde 咁嘅功能啦，其實就唔係 retrograde 嚟嘅。咁但係咧另一個我諗設計元素咧就係咧同車嘅咪錶啊有關啊，就係一個半圓形啦，有啲指針啦，由左去到右啦嗰種嘅感覺，咁所以可能。整隻錶的系列呢，如果可能會不會估錯呢是 Freerider 呢，會不會跟賽車有些關係呢？嗱，去到後面啦，透底設計啦，咁見到個通用機芯啦，咁如無意外咧，都係 SW200 嚟嘅。嗱，整體上就 OK 啦，咁但係咧，我見到咧，佢用一個好斯文嘅珠鏈帶啊。嗱，成個型格咧，我覺得係有少少似嘅，即係勞力士嘅 Datejust 啊。咁誒，同我嘅期望咧。又有啲出入喎，我期望係一啲類似係格帶式嘅處理咧，咁但係整體上咧條鏈嘅做工都唔錯嘅，咁夾落去咧啊又有另一番景象。